下局，跟我们说我们降级就李连杰嘛，他最清楚，他永远比我们职业部清楚。他等一下刮大风，五级大风，马上吹走，马上吹走。但是刮大风我们就很惨。我们不说别的，光这一千多个人的五顿饭，就得要做很好的计划。那这场戏是第一次可以把李连杰啊、金城武啊、刘德华啊，他们都放在同一场的一个大战里面。都是一模一样，少翻的咁多，或者他的人多翻的咁多，有没有办法多翻的咁多他的人？你好靓呢个出，你根本没得冲。所以你，但是这个画面又这么漂亮，你可能要反响。三个演员他们的要求又高，其实这个戏是不要很多招式化的东西，最重要是很实的，好像是不要给人家一看就是一个武侠片，因为这部不是武侠片嘛。其实好啊，有纪录片啲嘅感觉，而家就似拍戏，而家对住晒镜头。太過做的，所以你始終係俾佢執多啲，執多啲，少少得㗎，有一下呢我就變啦。第一日一開位就開呢個位，開呢個位，佢高翻啲旗，我哋全部睇一次啦。因為攝影機的位置都有了，都給了他們那邊，所以他們是應該全部知道的。打的這個時候，太平軍就全部圍攏。但係其實咧已經衝過咗槍隊，佢哋已經開始肉搏，咁所以咧個情況係冇咁嚴峻啦。开始入直路的，先成件事上高位。反而别那么多，别那么多。为什么呢？我要留在后面，他砍了。OK， 别那么多。那这个不要，那最后那个灿烂的别那么多，留一点给我，好吧 ？OK OK。啊，咁其实后面就跟住嚟嘅，不过迟咗少少咁解啫。单餐都吧，好，大伯，哎，赵天健。